今天在市场上买了一斤面条，咱们简单吃一个快手菜，来一个炒面，先准备点配菜，切根火腿肠，准备点金针菇，洋葱切成丝儿，尖椒，来点胡萝卜丝儿，然后来点豆芽，小油菜，然后把这个蒜苗，一切准备就绪啊，咱们简单煮一下面条，然后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，水开后，咱们把面条给下到锅中，煮至七分熟后，咱把面条给它捞出，过一下凉水，然后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，先给里边来两颗鸡蛋，再给里边稍微来点油，然后把蒜片给它下到锅中，简单给它爆香，然后金针菇火腿肠，咱们给里边来勺番茄酱，然后烹点生抽，豆芽小油菜胡萝卜丝儿，然后稍微来点盐、花椒粉、大料粉、姜粉，炒的差不多啊，咱们把鸡蛋给它下到里面，然后稍微来一点点老抽，尖椒、洋葱、蒜苗，然后开大火爆炒啊！出锅时候啊，来点蚝油，哈喽哈喽，大家好，那天不容易啊，终于搞定了。哎，来点。先来一筷子。买个泡菜这种小黄瓜，味道还不错。你别说啊，今天炒面味道不错啊。咱们再来上一块的面，
这种小黄瓜做的泡菜还不赖。嗯，酸酸辣辣，非常爽口。嗯，哇，今天这个炒面绝了，比路边摊的还好吃。